你不是吗？妈妈答应你今天早点回家，然后陪你看漫画书。当然，像你这样总是加班的人，吃葡萄比较好。还有，千万不要喝太多咖啡。好，我听我的小头包的。 豆豆呢？从现在开始，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想要你实验的全部数据。妈妈，妈妈，你给他疯子！还有更疯狂的事情。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彩虹，战士，穿越时空。夏天，冷静一下好不好？没有豆豆。我宁可死。这个实验可以没有你。不是其如此，你将会死的。你们女人就是爱瞎紧张。